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周春米。感谢各位乡亲在今年年初的大选愿意再给民进党一次机会，也让我有这样的机会、荣耀跟责任进入国会殿堂，为民喉舌，为民服务。我是在屏东出生长大的小孩，那大学的时候才北上念书，台大法律系毕业后，那就按部就班准备考试，那先后通过了公务人员高考，还有司法官的特考。在82年到89年间，我是担任法官的工作。那在90年呢，因为家庭因素还有一些考量，我辞去了法官这个职务，然后转任律师，回到家乡。我也积极的参与在地方的一些法律服务的工作，选择直接面对乡亲，来为乡亲做更直接的服务。这几年台湾社会对司法是非常的不信任，包括对法官的判决，包括对检察官的侦查权的行使，质疑跟不信赖度都非常的高。我长期从事这个司法的实务工作，其实面对这样的现象，我的心情是非常难过。这次有机会能够担任这样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，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法律专业还有司法实务的经验，在小英总统下半年要推动的司法改革工程里面尽最大的努力，共同建构一个让人民能够信赖，也能够保护人民权益，也要彰显社会公义的一个司法制度。我来自屏东，对屏东这块土地和乡亲我有一定的责任。那这半年来，因为在国会忙于问政，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常跟乡亲见面，但是呢，春米跟国会办公室跟屏东的服务处，我们所有的同仁们对于屏东的建设，对于屏东的公共事务，我们都持续在关注，持续在推动，包括屏东车站高架化后的一些问题，还有包括在屏东市大武营迁村的问题，还有屏东因为大众运输系统比较少，所以造成大家使用机车的比率过高，造成车祸频频发生的一些问题，这些跟乡亲非常相关的权益跟一些公共事务，我个人还有办公室还有服务处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推动、来维护、来争取乡亲的权益。立委这个职务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耀，也是一个责任。春米会坚持初衷，全力以赴，也希望也请求各位乡亲都给春米加油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立法院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关键力量，是社会繁荣、民生乐利的重要推手。让我们倾听人民的心声，让民主的光芒照亮台湾每一个角落，更让全世界看见台湾。